既重用煲土鸡汤，第一次用菊花煲汤咧，谂到咁好饮。鸡肉斩件飞水，嗱，我用到嘅就系呢款汤包，里面有肉粥、菊花、既重用、莲子、百合，呢啲菜料咧都好适合依家呢个季节饮。俾三粒蜜枣，加水冚过面，俾两片姜，大火转细火煲个钟，饮得嘅时候咧俾啲腌条味，